怎么办？我完全没有想法，这首歌我不知道怎么写，你过来帮爸爸即兴一下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开始乱弄一通之后呢，最后我们想到要弄一首骗人的歌，骗人歌。这个骗人歌呢有三个故事，然后呢，这三个故事呢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第一个故事是。跳拜，有给你，一闪通动跳，不诺夫塞黑的。这故事已经结束了。从前有一个人去山上砍柴，被老虎吃掉了，然后这个故事结束了，就没有了。这个故事是我从哪里听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哥哥在，我都还没有念幼稚园，我哥在念幼稚园，在三山国王爷庙旁边的活动中心。老师说那个是一个叫做故事课，他就随便点那个人，点到人就上去讲一个故事，结果他刚好点到我哥，我那大哥就这样好像气冲冲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走上台，然后我就很惊讶，说我哥到底会讲什么故事，结果他就讲得很快哦，他讲特别特别有给你一闪通都走不弄不塞的，然后他就下来了，然后这个事情我就一直记到现在呢，搞不好是我那时候搞不好可能未满五岁，但是这件事我记得，我竟然记得这个故事。然后我女儿还很小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每天大概会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我晚上一定会讲故事，不止一个，会讲一个，可能是讲到她睡着。这故事有可能是我小的时候真实发生的故事，有的时候是我乱掰的故事，反正我一定会跟他讲故事。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女儿讲到这个故事，我就说，我跟你讲呢，阿爸哦吼实在很不会讲故事呢，他竟然去讲一个故事四句话就下来的，他就讲了，我就跟他讲了这个，我说我们随便掰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掰长一点啊，从前有一个人要那个上山去砍柴，遇到了一只小黑，那只小黑呢，他的那个尾巴很长哈，然后那个阿嬷叫他骷髅，因为他是用日本话用骷髅，然后那骷髅呢就跟着那个人就上山去，结果碰到了一只猫，随便乱掰都可以掰到十分钟我们都讲不完，这样结果我哥只讲了四句就结束了。后来我想想不对呢，这故事其实蛮厉害的，四句话有头有尾，从前有时间，有一个人有主角，去干什么？去山上砍柴，结果出来了，他已经被老虎吃掉了，故事已经有结局了，四句话就有结局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这个故事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后山根本就没有老虎啊，我们那山上没有老虎啊，但是以前我爸妈他们都骗我说那个山上有老虎，你们不要乱爬上山去哈，所以我们就有了第一个骗人的歌词。好，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要编第二个那个骗人的歌。请问有大阳伞吗？我已经晒到头快晕了，可不可以帮我遮一下头哈？好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故事呢是，我们家林董。他如果有厨余的话，他就会交给我跟我女儿，然后呢，带到我们家后面那条路，有人在养鸭跟养鸡，然后我们就带去给那个鸡鸭吃，然后每一次啊，我女儿就是带厨余过去的时候，因为她撒一次撒两次，这些鸡鸭都认识她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说。女儿那个什么，我觉得这些鸡鸭好像在认你当老大呢，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还没有到的快到的时候你就要大喊一声，他说给啊老大了哟，那些鸡鸭全部都冲出来，都冲出来。其实这个我动态脸书的动态我有 po 过，鸡鸭全部都冲出来，然后我女看到我女儿都很高兴，然后她就把它撒给她，然后大家都吃那个鸡鸭都吃得很高兴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们就编了第二个骗人的故事，就是从前有一只番鸭想要当老大，结果她嫁给
给马，嫁给母鸡，但是这是骗你的。好，第三个故事是，我们是在我们的那个广兴街听来的，有一天听到一个婆婆在那边大骂，骂她的老公。哎，我们那边竹头角人很会骂人呢，我们广兴街啊，我们广兴庄骂人都很凶的，哎，连小孩都很会骂，真的真的，我们那个村庄哦，大概就是因为比较苦啊，以前很苦，就是种番薯，然后没有缺水，所以很多的厉害的山歌者也是从我们那个村庄出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婆婆在老婆婆在骂她的老公，在骂什么呢？因为她老公很爱赌博，跑去牵牌被逮到了，被抓到之后，那个她的那个，谢谢你们，再立起来就好，不然呢没有立起来。哇，因为太阳快要被那个树挡到了，再撑一下就可以了哈。好 ，OK。然后呢，那个老婆婆就说，我要把你卖掉。她要说她要把她老公卖掉，哎，要把他卖掉，像公猪一样，有没有？公猪老了也要淘汰掉，要卖掉，所以要把它卖掉。但其实这是骗人的故事，所以我们有，哎。厉害，音响公司提供，真的是，哇！我给你们拍拍手，音响公司。哇 ，OK， 好，然后，所以我们就编了三个骗人的故事，就变成骗人歌。然后我们写一写，把那 demo 传出去，那电视公司马上说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哎，那个词曲我们很满意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把它录音录出来。然后钱我们也拿到了，哎，所以很高兴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有了骗人歌这样子，好、哦、好。现在这个骗人歌是要一起合唱的呢，我们刚刚唱了很，刚刚前面唱了，现在很久没有唱了哈、哦、，OK。跟着唱哦，来，我们彩排一下。就拜天拜，就拜，有意给你，有意给你，去三公坡桥，去三公坡桥，奔罗浮赛个地，罗浮赛个地。好，这个是要跟着唱，后面的有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骗人，叫做嘿嘿嘿，骗你啦，骗你啦，我们合唱一下，好，来，我们彩排一下，嘿嘿嘿哦。嘿嘿嘿，骗你啦，骗你啦，我们再彩排一次啊，来，嘿嘿嘿，骗你啦，骗你啦，很简单吧哈，然后呢，那个最后的那个老阿公要被阿嬷卖掉了哈，我们那个要学那个老人家的，反正我用学什么，你们就跟着学就对了哈，譬如说，老阿公在唱了。有拜有拜，有拜有拜，有给你，有给你，有几张牌，有几张牌，我阿妈买给你，我阿妈买给你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哦，反正我的口气怎么样，你们就跟着一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哈，来，我们来骗人歌了哈 ，OK。Bye.
on my head today.写童谣我很不喜欢写那种很震惊的童谣，一定要跟大家跟小孩可以一起玩哈。他家都在高，他家都在撩哈，过七面哈，妈的，全部冲啊的，他们全部立正站好诶，那困到会过僵呢，你看哦，我会很害怕。弟弟，你可以在这边，你可以到我前面来，没有问题。